你是使我心里有力量的神，你是我心里有能力的神。是的，耶稣，我来称谢你。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们一起来唱。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是你必应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心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不求是你必与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是你必我心里有能力，你是我心里有能力，你是我有能力，是我心里有能力，你是我心里有能力。歌颂耶和华作为。
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不求是你必我心里有能力，我呼求是你必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呼求是你必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哈利路亚，是的，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宣告，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属于你，并且你为至高，你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主啊，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有大力，使我们尊大，使我们强盛，都出于你。我们来赞美伟大奇妙神。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让我们一起来唱。我神，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喜乐，你满有，祝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我神真伟大，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昔在永在，昔在永在，君王从今直到永远，你从不曾改变，永存在天地间。你是三一真神，父子与圣灵，
全身的羔羊，全能神羔羊，我生我生这伟大，歌颂你生命这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生。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生真伟大，是的，我生真伟大，我生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生，我生真伟大，他们全心的敬拜，我生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生。姐妹用哈利路亚来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是的，主你真伟大，你真伟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邀请你有感动的举起的手来敬拜，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神，宝座上的羔羊配得一切的尊崇，哈利路亚，跟我一起唱，你真伟大，用哈利路亚来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更多更多，真伟大，你真伟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哈利路亚，我的主，哈利路亚，你真伟大，你真。真伟大，
圣威严都是你的，使人丰富，使人强盛，都是从你而来。主啊，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用一个敬畏的心，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主你接受，愿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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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愿荣耀归你，愿颂赞归你，一切颂赞，一切尊贵，一切荣耀都属于你。我们敬拜，我们敬拜你，我们敬拜你，耶稣。提升我们，提升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尽情的敬拜者。我们无论在家里，在职场，或行走，或躺卧，我们都要来敬拜你。教导我们眼目注视在你的身上。主啊，你真的好柔美。主啊，你真的好柔美。我们的心不住的赞叹，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是伟大的神，你是奇妙的神。我们今天站立在你的面前，谢谢你把你的爱深深的浇灌在我们心田的深处，我们得到释放，我们得到医治，都是因着神你的怜悯。谢谢主，今天站立在你面前的，我们宣告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的居住。谢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一同主祷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请坐。那接下来要来攻读神的话语，要请方昌哲方执事来带领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今天一起来攻读神的话。有三处，第一处在马太福音里面第四章第十七节，请。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二处在马太福音里面第四章二三二十五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加低波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第三处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请。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Amen。天桥教会门徒训练是每个礼拜天的晚堂七点半开始聚会，是门徒祷告以及圣灵充满情义如敬拜的聚会。
在礼拜一的晚上七点半是门徒训练的课程，将教导敞开小组及新家人关怀的实际操作，邀请各牧区的弟兄姐妹参加接受装备。由天桥教会制作，每个礼拜天播出的 FM89.1 广播节目已经满一周年了。新的主持人，全新的福音风格见证。在早上8点到9点，天桥之音是林宪平牧师的信仰福音单元；晚上10点到11点，真情相遇，弟兄姐妹不同的生命恩典见证分享时间。接着11点到12点是心灵鸡汤、古典音乐、心灵浇灌的时间。同时，最新开辟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6点到7点。空中行动教会现场 call in 节目， call in 电话是2086577，欢迎大家多利用手机分享下载，成为传福音的最佳工具。这是总务部门的报告。礼拜天教会所租用的安平国小地下停车场只能够停到下午2点，2点之后地下室的铁门将会关闭，无法将车子开出，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啊，佮我要住啊，迄角度足大嘛，吼，就是有些危险啦，吼。啊，所以我就感觉讲，哎，伫遐有法度起哩佫多个，啊，伊就有法度起哩佫多个，我乃无大重个再去爬起来行路，嘛对嘛吼。哎，啊，就迄天我看遐乌山，我行起哩嘛，我行落来，啊，我怎么，啊，不可能，我就下定决心走啊，那样。嗯，我这两下讲了，我感觉，嗯，教会，我看到教会好像有很多人来新出。最近很多人就一直涌进教会的，哎啊，教会很得到祝福这样，我就觉得这是神做的工作哈、哦。我们就是先走这一段路再说吧。要说看上用行的，还有机会坐车。
接着我们大家一起来欢迎林宪平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啊，请向各位也请安一下，愿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最近都起来为台南市做行走的祷告，那么才慢慢的了解到台南市原来是那么一个漂亮的城市。我们大概住这里住久了，就不会去注意这个城市有多美。但是你一开始行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城市是何等的美啊！我期待着各位弟兄姊妹，你如果身体还有点健壮啊，你就起来走路。你如果身体有一些不舒服，是因着太胖了，胆固醇太高，血压太高啊，我希望你能够早晨起来走路，你会发现到神的恩典啊，会满满的跟我们同在，你会变成一个非常健康的人。走了几个月之后，发现到自己瘦了，然后呢，比较结实一点，然后也看到自己比以前更健康。我相信通过行走，我会被祝福。那么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都会被祝福。每次在行走的时候，总是会看到社会的很多的现象。我看到第一波大概五点钟起来的，大概都是老人。那么差不多在六点多钟的，大概都是中年人。那八九点钟的，就看到这些青年人，他们也上班。我看到青年人大部分都晚上在跑步，或是说下午访问的时候在跑步。所以我们的教会还有一批是江牧师带的，他们是晚上在走路，这样在走道。有机会也先给各位看一下。我们期待着社会的每一个人，你如果希望台南市有个复兴，你就起来跟我们一起走路祷告。那有一天呢，就走到一个家，一个非常豪华的家，那种了一颗木瓜，木瓜已经快成熟啊，那个木瓜非常的吸引我啊，我想说如果走过去能够干半截的吧，那别来，因为那个木瓜种得非常漂亮的。可是忽然之间细看之下，那个木瓜写了几个字，在木瓜树的上面写了几个字，摸个半啊啦。强力摸个头吧，那样我看了以后就觉得有两种的想法，一种的想法就是木瓜种的太美了走过去的人总是想摘一颗，你知道吗？那另外一种呢，就这条街呢，这个富有的人家呢，他不希望跟各位分享那个木瓜，你知道吗？我看到这里的一幕的时候，我在想说，我如果种了这么漂亮的木瓜。我在想说，如果有人把我摘回家吃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喜乐，你知道吗？但是这个主人就跟我说，不谈个办啦，我们也就看看就走了，不谈个办啦，你知道吗？我问各位一下，你如果种了一棵苹果树，你期待有人走过去的时候跟你办的人家应该去看看吗？OK， 你期待着大家都不谈跟你办，你跟你家人家应该去，你哪会是怎麼樣呢？你們會活在那種模糊的空間當中，有沒有？到底你是要跟我辦，還是不能跟我辦，你知道嗎？住在美國，看到很多人的家，就像我們的家，我們女兒的家旁邊隔壁就有一個人種了很多果樹，都跑到我們家來。我們就會去跟他講說，果樹跑到我們家來，他就說，你就慢去吃就好，你知道嗎？就叫我们去搬去吃就好，我们就钱上慢，所以我们家没有种什么果树，你知道吗？那慢出名给别人，吃都吃不了啊，你知道吗？太多的话也是浪费掉。我期待着各位慢慢的进到神国的里面，知道神国怎样的做福音响的工作。这个精神很重要。最近台湾的社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孩子被杀，有没有？像上个礼拜有一个女孩子就在学校里面被杀了。那也看到在几年前台南市有一个在电动玩具里面的孩子也怎样被割喉了，你知道吗？你也看到郑杰有没有杀了人之后从到今天都还没有认罪。你们还知道有一个姊妹把一对老夫妇杀了，有没有？然后脸都不变，脸都没有变色。
我们昨天下午有一些时间再分享一下，这些杀人被判死刑的人要不要执行？要不要执行死刑这样哈？那么我在问的时候，我们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差不多90%的人都举手要执行死刑，你知道吗？哈，那么只有10%的人比较倾向于要让他有悔改的机会。那么我想问各位一下，如果这个人被判死刑，你期待着他赶快被枪毙的人，请你举手一下，我看看，赶快枪毙这样，哎，来啊，不要被枪毙的人。就是佛让他活着，然后永远都关在监牢里面的，请你举手一下。OK， 那么没有举手的，就是今天马上判刑，下午马上枪毙，是不是这样？很多的一个社会的问题就环绕在我们的当中，你知道吗？好，那么还有一个弟兄说，在死刑之前还要执行鞭刑。你们知道鞭刑吗？用鞭打，那很痛，只有打5-6下之后，那个皮哈都会脱落，肉都会显露出来，这样那个血一定用喷的。有机会，你丈夫不乖，跟他鞭刑看看，绝对让你很满意。他一定会趴着睡觉，他绝对没有办法坐着这样。哦，那个鞭刑真的很痛啊！还有一个姊妹又讲了，说不止鞭刑，在枪毙的时候不可以打麻醉药，让他知道有多痛。哎，我天天嘛有力呢哈，哎，真的。但是这样遏止有效吗？历史上很多人啊，因着自己的情绪不稳，或是因着他的家庭的教育、社会给他的环境，他思想跟别人不一样，他就是以虐待别人，让自己快乐一点啊，然后杀人让自己爽一点，有没有这种人？真的很多人，今天耶稣的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是这样的：历史上每个时代，我们都称它为是罪恶的时代，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很软弱。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人类第一次的大战争就是该隐把亚伯杀了，两个人，一个该隐把他的亲兄弟亚伯怎样就杀了，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战争，人类死了一半。对不对？你再想一想嘛，那时候只有两个人啊，杀了两个人，杀了一个人，所以剩下几个人？剩下一个，有没有？这是人类最大的战争。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的罪然后就不断的在增添当中，人嫉妒、凶残、生气，然后说谎，就在人的当中不断的怎样在产生。这种罪叫做社会的言行。一个孩子生下来他本身是没有罪的，然后因为这个社会罪的言行就慢慢的行受在孩子的里面，让孩子也开始慢慢的犯罪，有的时候从小他就会怎样，就犯罪。那你也会想到说，真的只有人会犯罪吗？我告诉各位，动物也会犯罪。前几天我就看到有人献了一个动物犯罪的影片给我看，那个乌龟在披石走路，有一只乌龟就把另外一只乌龟把它踢下去，你知道吗？我看到那个企鹅在走路啊，然后有一只企鹅呢，就把那个同伴一看到丢开。啊，嘿，企鹅当宝刀，啊，你知道？哎，还有那个青蛙也是一样，你知道吗？哈，你会想到说，的确在动物的当中，在你所看到的整个环境的当中，都有什么？都有的罪。这种罪是从创世以来就是这样的。那么呢，在旧约的时代，我们也看到啊，神为了让他的百姓能够居住的在迦南地里面。只有敬拜他，所以耶稣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把所有迦南地的百姓一个一个的怎样也杀了，动物也怎样也杀了，对不对？你今天看到 ISIS 有没有杀了很多基督徒？同样的杀法从古代到今天都是如此，
所以你也不要特别的惊讶说，说哇，每天就夸张这个 ISIS 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些人愿意被杀？这个杀的有杀的条件，在被杀的时候，他们都会大部分都会再问你一次，说你要不要相信耶稣？这样哈，你如果相信耶稣，就怎样被杀？很多宗教徒就是这样被杀。他们在杀的时候，旁边有一堆人在那边喊阿拉。阿拉万岁这样啊，这种我看过那个影片，然后呢那个人就跪着，然后被杀人就跪着，然后呢有一个刽子手就拿起刀子，然后开始割他的后面，咳咳咳咳，13秒那个头就落地了，我算13秒你知道吗？哇，真的很快，哎，有机会我让各位看这个影片，你知道吗？看了以后你就会想吐，你知道吗？怎么这样的被杀啊？为什么这些人愿意为耶稣而死？你想一想哈，我上个礼拜在门徒训练的时候，问弟兄姊妹说：“你愿意为耶稣而死的人，请你举手。”感到神话，我看唔知心人，我未记得啊。好对吧？哈，我等你想啊，就讲，可是真正我是讲 ISIS 派来个台湾，伊问我讲，愿意为耶稣而死吗？我还是会考量一下，我会问中宏说：“中宏，你先吧。”那个到了那种临死关头的时候，人总是会怎样？会惧怕，你知道吗？但是为什么历史上的宗教徒为耶稣而死的那么多？那么多人呢？回教徒为他们的阿拉而死，有没有？你再想一想，为什么这样？弟兄姊妹，每一个宗教徒就是一个信仰者。他如果进到神的里面，他是活在一个精神的领域当中，他不是活在一个肉体的领域当中。我提醒各位，任何一个信仰基督的人，耶稣说天国近了，你当悔改信耶稣，有没有？你当悔改信福音。当你要进到神国的时候，你要悔改。那个悔改到底是什么？那个悔改很重要。那个悔改不只是认罪。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就会跟人家说：“你应该跟我一起认罪，然后呢，把自己该认的罪都怎样都认光了。”我们以为这样就进到神国的里面。其实我想这是基础。可是你再想一想，在整个社会的里面有这种大环境是这么的负面，你再想一想哦。这个大环境有没有很负面？你所有负面的东西每天都在影响你。其实那个影响就是让你的罪没有办法脱离。你一打开电视，新闻报告不是杀人放火车祸，有没有？就是立委的吵架，政党的竞争，有没有？你一打开电视就在说贵妇过什么样的生活，有没有？有没有拿什么 LV 的包包？有没有用什么样的头发？穿什么 Prada 的裤子？有没有你看看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世代的人？会不会？请问各位一下，你拿了一个 Prada 跟拿了一个随便的包包，哪一个比较有价值？价值的本身不是在 Prada， 价值的本身在那个人。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我看到很多人呢、就开始一窝蜂的买很高贵的鞋子，买很高贵的包包，然后呢没有钱也去刷卡，有没有？你也可以看到现在的社会的竞争那么厉害，然后每个竞争都带来这个社会很大的伤害。这个竞争呢，就是每天在做批判的工作。你如果打开每一台都在做什么，都有一个节目。前几天看了一个报道，全世界上最会骂总统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哎呦，厉害吧？天天骂，没有一天不骂。一个孩子被杀了，也是总统的责任，你知道吗？我刚看到一个嘛，江淑仪，你知道吗？我想怎么有可能呢？就像我们以前国小的时候在写作文，无论是写下雨天、脚踏车、棒球，讲到最后都要写什么？反攻大陆，三民主义万岁，很奇怪，有没有？我们已经形成一种文明，就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那个姓马的，那很可怜。但是马应该改成猪，
真的，他真的很可怜。在整个社会的环境里面，你有没有看到都是负面的 ？OK， 你看一下哈，到底今天的社会的里面，我画一张图给各位看一下。你看一下这个这张图啊，好来，你看看哈，你看这世上的国都是在做眼目的情欲，来再来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都非常的怎样？非常的负面。那么这些呢？你再看一下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你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地方，你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地方，第十九节，你都看看来。情欲的事都是我们读一下好来，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怎样？惊政、忌恨，然后恼怒、结党、纷争、异端。来，你再来，再来，嫉妒、醉酒醉、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要告诉你们，这样的事不能承受什么神的国。你从后面读回来哦，好来，来从后面读回来，这样事的人并不能承受神的国，对不对哈？啊，什么事呢？你看看醉酒有没有，方言有没有哈？嫉妒来，各来，来异端、纷争、结党、恼怒、忌恨、惊政，然后仇恨有没有？这些东西是不是在今天社会里面，你把电视一打开的时候，是不是充塞这些东西？有没有政党批子之间那一种仇恨，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前几天我跟政党没有关系，我想跟各位讲一下，我们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你知道吗？我们教会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你知道吗？但是我有时候做一个牧师，在想说这个社会怎样的把这些负面的力量变成正面的力量，这是每个人应该去思想的。而且每个人常常在讲负面力量的时候，常常会闪动更多负面的力量。你看从以前一个人割了一个孩子之后，很多孩子就有危险，有没有可能？像郑捷有没有？你看看，像最近这个孩子被割喉，有没有？整个社会就在一直在负面当中，他天天跟你报道，天天跟你报道，然后报道之后，负面的东西因着你报道，负面的东西报道一个负面的东西，负面的东西就越来越怎样，越多，有没有？然后呢，你会发现到一直报道仇恨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仇恨会不会越来越多？嫉妒的东西、批指竞争的东西会不会越来越多？你看到好，那你再读一次来。情欲的事都是怎样显而易见的，就读什么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惊政，然后忌恨、恼怒、结党、纷争，然后再来异端，再来，你看啊、哦，嫉妒、醉酒、方言等类，你看啊、哦，这一些呢，都不是神国的事，有这些事的人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度。那么你再回头来看这个表，你再看这个表，你看啊、哦，在这个世上有很多肉体的情欲，然后眼目的情欲，我们看到很多东西，我们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想尽办法去得到这个东西。哎，我是一样。等一下我会告诉各位，圣灵的果子有九颗，对不对？正面的力量，等一下我会告诉各位。但是你今天看到这些负面的力量，你到底拥有多少？你再看一个圣经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到32节，你读看看来。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以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怎样为肢体，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怎样留地步，有没有？好来，你看看，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可有一份分给那些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也怎样，一句都不可出，凡事只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到什么？得到益处。你看啊、哦，请问各位一下，有没有很多这种谎话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很多的批判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有没有很多嫉妒的话语在我们当中？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一种偷窃的生活？哎，可能比较少一点，小的时候会做，大的时候比较不敢，你知道吗？哈 ，OK， 那么这些负面的东西，你再回头来这个那个图。回头来看这个图，这个世界的国就是充满这些负面的力量。那么耶稣来呢，说你要悔改，你就是从这里要悔改，求神赦免你，求神赦免你，你一定要悔改。常常因着生活的缘故，我看见我自己的软弱，看见我自己的不是，我必须从
世界的国度不断的悔改进到哪里？进到神的国度。这个悔改的本身不是一个刹那就可以完成，它其实是持续着你一生不断要努力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好，再来，好来。那么呢，你也要知道，耶稣一直说，跟从我的人要怎样？要钉十字架，你知道哈？要钉着，听了以后就很可怕。他其实的意思就是钉死你自己的肉体，钉死你自己的看见、想法，啊，钉死你自己这个人的亲情，把你的亲情、把你的魂、把你的意志、把你的啊心都钉死，然后移到哪里？移到神的里面。无论是马太在路加，他们一直提说，耶稣一直提说要把自己钉死，要把自己钉死。来，再你看看，要把怎样自己钉死。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神父啊，最近都不见了，他常常穿着白衣服，然后背着一个十字架在府前路走。你们看过这个神父的情形？举手一下。哎，不错，我那个神父哈啊，有一天呢、啊，我这个人很好玩，我就把车子停了，跑去跟神父说啊，你很累。然后，哎，我来替你背好不好？然后，那好几年前，我真的是我叫过别人，我找别人讲过，哎，神父，我替你背好不好？他说不要，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是他的背这个十字架是他的责任。我说你看起来很累，我替你背上。他说不要，背十字架是谁的责任？是他的责任，所以他自己就背了，背在他的肩膀上这样。而我每次看他这样背哦，的确是感受到这种外在的背。跟内在生命的背是要平，是要平衡的。很多人是在外面背，里面有没有背？里面没有背。最可怕的就是外面背了，然后也定了，你知道吗？然后里面有没有背？没有。你们知道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常常在电视节目上，什么浩平，我忘记了，徐浩平对不对？他曾经到过菲律宾去定十字架定看看，真的定哦，真的定。然后他不是基督徒，他还定。你看哦，外面的钉跟里面的钉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在跟你说，你必须要把这一边整个负面的力量，社会所给你的负面的力量，你必须要把它除去，然后把它因着认罪，因着十字架的缘故，然后进到哪里？神国的里头。神国到底是什么？神国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神国就是神在我的里面掌权。神国是什么？是一个神的灵充满的地方。那个地方，凡是进到他里面的人，他会被圣灵充满，里面有神的生命，他有很多正面的力量。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正面的力量太少了，很多基督徒仍旧是活在世上的力量的当中，我们很少有正面的力量。提醒各位，你看看正面的力量有什么？你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你都看看来。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再来，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什么立法禁止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人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十字架了，有没有？好，来，你把二十四节读一次来。凡属乎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人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钉在十字架，这个人就已经被钉死了嘛，对不对？哈，被钉死。那么你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你再看一看，然后来，你看看你有几颗。来，你如果有那一颗，就读大声一点，好不好？啊，你如果没有那一颗，就不要读了，你知道吗？好，来，那我就知道我们教会到底这个正面的力量有多大。好，来，你看看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再来，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立法禁止，有没有？来，那总共有，我前几天我跟一个弟兄在啊做小组，他说我一直讲八颗，他算了以后，牧师不是八颗，是九颗，我才啊，圣灵果子有几颗？有九颗，因为我一直把它记成八颗，因为有一颗我是没有的，绝对是没有的。讲到这一颗，我真的没有啊，所以我就常常会说圣灵的果子有九颗，但是他其实我常讲几颗，八颗，因为我少了一颗。哎，很多牧师都有这个毛病，都会少一颗。哎，我也少那一颗，叫做节制。你看我一下，姊妹们，你进到百货公司会节制吗？弟兄们，遇到酒，你会节制吗？
对不对？遇到所喜欢的东西，你会节制吗？我常讲个笑话，东牧师以前在我们教会，他那个时候在新罗医院，所以每个礼拜都到天家教会来敬拜。师母在我们教会里面当干事，有一天早上来，我看师母非常非常的不高兴，我就问他说：“哎，师母今天早上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快乐？”伊讲：“你别甲讲，人家查甫人，大家都赶快。”我讲：“我跟我无关系啦，我甚物无关系，恁兄弟拢赶快。”我跟东牧师都是一样的啦。我说：“是什么事啦？”伊讲：“你早没够起。”我讲：“无啊，我早没就好困的呀。”伊讲：“干有影？”我讲有影。我讲在教会上，我就抓你听，我好像别在就抓了那天，他不知道凶什么这样的啊，我就问他你到底凶什么？你到底讲个原因让我知道啊？伊讲吼，恁东哥啦，昨暝去一个牧师因家饮酒啊，饮到一点人煞啦，就第一摊煞，佮煞摊，佮去饮啦，饮到三点外才转来，啊，伫转来就开始吐，吐到鬼门城，我都无困门城啊。对吧，他不让他睡床铺，叫他睡床铺地下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是夏天，叫他睡地板 ，OK。然后他越想越气，所以要离开来上班的时候，他写了几个字给他：圣灵的果子有九颗，你独独缺了一颗，叫做节制，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请问各位一下，你节制吗？哎，我平常过得非常节制、简单、朴素的新生活。可是遇到有一个东西，我就没有办法节制，那个名字叫真空管。我一看到以后，那不买那天晚上会很难过，你知道吗？真的会很难过。你看看你到底有，你再回头的那个表，你看看你到底，来看看你到，哎，表赶快换过来。你到底在这个世界的国跟这个天国的里面，你到底是不是一直在拉扯当中？对不对？有时候看起来好像佛在哪里，世界的国，可是又讲到耶稣的时候，又好像马大山，咦，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有没有？有没有很多这种人？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的当中都会说啊，感谢主，有没有？好像是你好像很属灵，然后呢，可是呢，一生活下来好像又怎样？很世界。那负面的能力好像在你里面，永远没有办法让你离开，因为你永远在哪里？你好像永远在肉体的世界、眼目的世界、今生的骄傲的里面，这些负面的力量在活着，在活着。然后呢，好像天国的能力好像很少。昨天有一个弟兄来小组，然后在翻圣经的时候，他怎么翻都翻不到。因为他的心思没有在圣经的里面，他在关心他的小孩啊。我不知道现在的国中要考高中是那么样的复杂，我们以前是考试考完了一翻两瞪眼，你知道吗？就考完了就是啊，89分就是分派到那个学校，就去那个学校，有没有很简单啊？现在为了公平起见，把他改的我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说他孩子考几分啊，然后是 35% 那些孩子，然后要进到好的学校是很难的。我听了以后，我跟麦克讲啊，麦克讲，我真的听不懂，因为我也没有机会再看到我孩子读国中，你知道吗？如果有的话就很麻烦了。OK， 那我就跟他讲说啊，你是不是为孩子很烦？他说对呀。哦，我发现到现在的家长们有没有很照顾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常常为自己的孩子还？有没有？有没有发现到自己很爱自己的孩子以后呢，被孩子就绑住了？弟兄姊妹，我昨天晚上、昨天下午就告诉他一件事，我跟他说，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世上的国队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挫败，然后呢，很多的自己，很多负面的能力就在我们里面。其实孩子，你只要教他进到神国的里面，给他一个正向的能力，给他正向的看见，给他一个正向的意向，他就会飞奔而跑。不是在他读的多少好的学校，而是在他的人生自己有多少神国的能力在他的里面。你对我说的话有阿们吗？我们都每天都会教他读书，可是你从来没有教过他圣经，
你没有给他一些神的话语，给他神的能力，给他神的生命，以至于他一直活在世上的里面，你被捆绑，他被捆绑，他被捆绑，你同样怎样被捆绑。如果在神国的里面有一个正面能力的时候，那个孩子知道他自己的未来就在神的里头，他有没有很放心向前走？我这个礼拜听了一个笑话，哦，笑死我了，你知道，然后笑到昏头这样哈。有时候就是教孩子有正向的看见，这种看见很重要。每个家庭，所教的孩子真的要给他一个方向，给他一个美好的看见。你不要一直叫他读书，一直没读这一料，他也许就是一个演戏的料，你就叫他怎样，尽量演，尽量跳，对不对？他就画画的料，你就叫他画，他就做生意的料，他就不喜欢读书，你知道吗？这些做生意人啊，都大部分都以前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做生意的大老板都读国中毕业，他的同学读台大毕业都当他的秘书。啊，我要问你，你是爱读书还是不爱读书？这个很挑战，你知道吗？真的是很挑战。这个礼拜听到一个非常好笑的笑话，说一个孩子很喜欢机器人，从小就不会读书，然后老师在教书，他还在看那个机器人的书，那个老师就很生气，跑到他旁边，把他的书拿起来就要丢在地上，然后用脚踏在那个那本那个他看着那本机器人的书，然后跟他讲说，你比垃圾还不如，去站在垃圾桶里面。那个孩子就跑去站在垃圾桶的旁边，那个老师说，不对，是站在垃圾桶的里面。然后他就把垃圾桶打开，然后就站到垃圾桶的里面，站三个小时。你看看今天如果家长听到这种事，你会马上去找他吗？你今晚睡觉，你知道吗？真的。但这个孩子就站在垃圾桶的里面嘛，站了三个小时。然后这个孩子国小毕业之后呢，哎，就开始变成，他知道他研究机器人嘛，所以他读书嘛，你知道，他最后的学位呢，就是博士，然后在台大的博士，然后呢，所有现在台湾很多机器人的专利是他的，你知道吗？前几天他上了电视节目哦，然后他就把老师过去呢，他的那本机器人的书拿到节目去让大家看一下，这本是我老师，我国小时候踏的，你知道吗？哎。老师践踏过的书，他今天成为他的经典。这个孩子有没有正面的能力？你不要孩子跟你说啊，老师跟他 Q， 我跟你来，你来跟老师拼。我们有哪一个人没有被老师打过？从小到从小去国小做读国小，去学校的时候戴手套，裤子都穿两三件，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从早打到晚嘛。然后过了这么几十年的时候，最怀念的老师是谁？国小的老师嘛，看到他，哦，真的非常爱他，我，哦，真的想到说，爸爸妈妈都不共干嘞，老师共干，你敢不想要跟你讲吗？一些为你好嘛，对不对？你要给孩子一个正向的看见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非常好啊！你说啊，杀人犯呢？杀人犯一样嘛，因为你就从小没有给他正面的力量嘛，你一直跟他讲好听嘛，讲这个社会有多坏嘛，这个社会有多残忍嘛，政党竞争有多么恐怖嘛，他那里面充满什么？生气、暴怒，觉得这个时代对不起他。对不对？凡是生他的人对不起他，更对不起他是马英九。用什么？弟兄各位，不要让孩子去当总统，那是马在当的，不是人在当的。真的，你要想一想，想一想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主啊，我信了耶稣，原来是我要从世界的里面被迁移到哪里？神国的里面。以弗所一直说，我们从世界的里面被迁移到神国的里面。我们是从罪恶的世界被迁移到圣洁的国度。我们是从负面的力量被迁移到哪里？一个正面的力量。凡是基督徒，当你得到正面力量的时候，你的生命从此就不再一样。而且你要知道，像保罗所说的，我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而且是越来越新，而且是越来越有能力，越来越有恩高。活着的人就是必须把这一种正面的力量一直传达给世上的人，这叫做传福音，这叫做传福音。你如果真正进到神国的里面，你体验到这种神的祝福的时候，你就很喜欢天天把福音传给人，因为这是一个很正面的力量。我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把负面的东西拿走，
真的不要看到东西就先批判先骂，你知道吗？先赋予一些神的恩膏。举个例子，有一天你看到我走在街上，然后偷看人家的车，偷看人家的钱，对不对？你看到之后你也不要批判我，你说啊，牧师你最近生活不好，没有关系，我们就多奉献一点。然后呢，才来跟、欸、牧师，你那天偷的是不是已经还了？没有的话，我们大家跟你一起还，这样哦。你看有没有正面的力量？那个牧师会不会很羞愧？对不对？因此你爱他会不会悔改？对不对？啊，牧师，我们看见牧师一样到底只咖喱鸟，你就完，一切都完了。然后这个现在的新闻报道都在找那个很锋锐、很刺激的材料，有没有？牧师偷东西耶，而且哦。是台南市大教会的牧师去偷东西耶，他就开始讲这个牧师呢，在整个啊、修行上一定出了问题，心灵上一定出了问题，兄弟姊妹一定出了问题，就是他们不爱耶稣，也不爱这个牧师，你们都有没有责任？你看啊，你有责任不？今天社会正邪杀人，你这样演练的时候，你有没有责任？正面力量太少，回家不要看电视，多读圣经。真的，哎，真的，我看到这个社会败坏到此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勇敢的从这里，世界的国走进哪里？天国。跟我说一次，从世上的国走到哪里？天国。再大声说一次，从世上的国走到哪里？走到天国。天国的里面是有什么？圣灵的充满，然后神的生命，然后正面的能力。我会继续讲两个月关于天国的事，让你了解天国。讲完了以后，你会容光焕发，你走路都有风，然后你无论到哪里，容光就到哪里。Amen。呀，请钟林来带我们唱一首歌啊，《耶稣爱你》。嗯，他们给你吗？我们一同站立起来。耶稣爱你，哈利路亚。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你，耶稣救你，耶稣救你，耶稣救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他能救你，救你脱离罪恶权势，带你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爱你，是的，救你脱离罪恶权势，带你进入光。
永远爱你。是的，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国度，救你脱离罪恶权势，带你进入光明国度。好，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爱你，耶稣爱你。呼求耶稣，深深的呼求他的名字，跟耶稣说：“耶稣，救我脱离了黑暗的国度、负面的国度、消极的国度，进到你圣洁、慈爱的国度。我相信在里面，你的灵会充满我，你的生命会内住在我的里面。”我会成为一个非常荣耀、非常正向的人。主啊，让我走出去，荣耀你的名，因为我本乎你的，我本来就是你的。我为的就是要进到神的国度，来荣耀你的生命，让我在社会里面做光做盐。我要大声宣告说，我是天国的人，我不是属地的人。主啊，帮助我把这个正面的能量、正面的荣耀分享给我的亲戚朋友。感谢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现在要奉献，也求你祝福我们的奉献，也求你千百万倍的收种在我们的家中，也恩告这些拿奉献带的每个弟兄姊妹。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请坐。我们第一次到教会，不要介意这个奉献。山火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都是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这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你的爱更多的浇灌我们，让我们在神国的里面充满了圣灵，充满你的生命，也充满了正面的力量，好叫我们成为这一个世代，这个社会一个更大的祝福。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啊这些金钱的摆上，愿你悦纳我们今天所有人在你面前这样的奉献，也愿这一些金钱成为你国度事工所有的使用，也愿你千百倍的祝福在每一个啊这些奉献你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家庭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次跟旁边人请安，说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神，跟他说你是最棒的，然后跟他说我很欣赏你。 OK， 这时候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有三位新朋友，我念到名字的时候请你站立起来。第一位是白冠伟，冠伟在哪里？我在那个地方，欢迎你，请坐。第二位是陈志远，陈志远在哪里？哦，可能先行离开了哈。还有第三位是郭燕慈，他刚刚也离开了，他在安平老街那边开得意虾饼哈。好，那请我们的这个冠伟呢，做等一下聚会完之后，可以到我们的新人招待区，让我们能够跟你一起来认识。好，以上把时间交给牧师。好，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来唱颂荣的诗歌《你真伟大》。之后我们请牧师来祝祷。主啊，我生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心术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填满了宇宙中，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满满与我们同在，从此时此刻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第一堂敬拜到这个时刻。